奖题，来掌声鼓励。好的。有什么问题吗？你没有问题吗？我问一下，就是央视中时的民调啊，然后也民调已经越来越高了，现在只剩下2.7%，那你怎么看这个民调？我对于个别的民调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评论了哈。那选战只剩下60几天，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预定的计划跟步骤来进行这个选战哈。那我们也尽其可能的跟我们选民接触，说明我们的政策。那也希望就是说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我们能够争取到最多的支持。昨天跟院长讲说，这个我们称三只小猪的形象，然后跟民进党不太符合。他也说，这个大野狼应该指的是民进党前总统，而不是马总统。这个，我是觉得这个社会应该都很清楚这个大野狼是谁哈。那一个有一个庞大党产的政党啊，一年的股利收入有29亿啊。然后在很多的政策取向上，比如说在建国百年的晚会，两个晚上可以花2亿1000多万，而这个贫穷的儿童却没有牛奶可以喝。那么公保年金化要花1.5兆，但是老农津贴却不肯增加到1000块。那么这些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样的政党，这样的政府才是真正是大野狼。我相信社会的观感应该是如此吧。这次的选举其实有一定的程度已经超越蓝绿了哈。那我们在这台山县，这尤其是客家区的这一段的行程，我们感受到的是很多的乡亲跟很多的人民对现状的不满，而且焦虑。那这些不满跟焦虑，其实他们也化作对我们的支持跟我们的期待啊。所以我要再讲一次，这个真的是无关蓝绿，这是一个人民生活困顿，那么对未来感到不安的一种现象。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台山县的乡啊，台山县的乡啊，一年的预算呢、只有1亿多、所以甚至人跟赖声川的勾结啊，可以让台山县任何一个乡，包括横山乡，可以用2年呢、足足用2年，他2个晚上4个钟头就花掉了。这样的政府我们很难信赖。那新竹县我们没有分党派，没有分党派。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请期待。
来民进党先生副总的晚安。请安问好，也希望在我们明年1月14号的总统跟立委的选举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民主进步党一向主张照顾弱势、照顾农民，能够让我们社会的基层能够得到国家的照顾。我们也希望能够振兴我们的产业，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解决我们社会贫穷的问题跟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们现在非常的希望我们的乡亲在明年的选举给我们最大的鼓励跟支持。谢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我们的乡亲来问好，同时我们也一同来欢庆成山国小100周年的纪念，那么也是我们一民爷进驻成山国小庙的3周年。我们祝我们各位乡亲一切平安，阖家健康，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进步党，我们党主席也是我们实施总统，我们的参选人啊，蔡英文小姐啊，以及呢各位很多的长官以及贵宾啊，到我们衡山村国王宫来参拜，再次掌声来感谢所有的长官来，好，非常感谢。好，那我们就要蔡英文小姐，谢谢。谢谢大家来我们这边，谢谢你们，来，谢谢。